Hello，下午好。来，谢谢，欢迎光临，收看我们的现场烹饪节目。所以我们今天会有梅菜扣肉啊，我们会有一个梅菜扣肉，然后会有一个鸳鸯，滑蛋鸳鸯，来开串，谢谢，50个欣赏，谢谢你。所以我们有蚕豆煎蛋啊。他们这个是长豆来的，他配那煎蛋啊。哎，下午好，请帮我们分享啊，谢谢你们分享我们今天的视频啊，谢谢。Hello， 表哥表姐下午好。好，我是表弟，看看一下我们主要现在煮梅菜扣肉了。刚才啊 ，Miki 有介绍了梅菜扣肉，然后这是什么呀？梅菜来，我刚才切一下。我们是用甜梅菜啊。甜梅菜，对。你这梅菜这里多少克？这里啊，这里300克，我们300克的梅菜啊，甜的，所以我们浸泡水啊，要多久你浸泡水？我浸泡3个小时的，一定要浸到。哇，要那么久啦？你没有放的话，它那个味道啊，在里面啊。啊，但是你这好像切过这样。让我刚才切，稍微切一下。OK， 我没有切完它，我是要留给大家看的是。啊。啊，这个这个梅菜呢，一浸泡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浸。一直换水，换了几轮的水，不然很多沙。我们浸泡3个小时啊。你是每个几分钟来放一次水？没有，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，然后半小时后再来看到就在。哦，每半小时啊，要换水一下。啊，这个梅菜是它的叶子啊，你看我叶子是很阔的嘛，所以我们切的时候我们也要分开切，叶子有叶子的切法，叶子有叶子的切法。你现在就是切叶子哦。对啊，切叶子了。好。这个是它的菜头啊，菜头啊，这个我们切梅菜的叶子啊，来 Coco， 谢谢50个欣赏，谢谢你。谢谢 Coco。 所以我们切叶子，我们切直切啊。这里300克梅菜啊，梅菜300克。啊，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碎碎这样啊。哎，这个头呢，我们就要看到，头就是这里要切上来，但是也要跟它切的，就是切小片就对了。那么梅菜到底正透不透呢？其实是吃它的，咬它的头了。你吃了梅菜头这样咬下去，咬下去它还有一点点，不要很重的味道啊，就可以了。就是不要太重了，这样还有一点点甜味。欢迎蜜粒，谢谢你75个欣赏，谢谢你，谢谢啊。哎，我们现在切一。OK， 梅菜扣肉我们应该是做4次了，三次啊，这个是第3次吧？啊，第3次做梅菜扣肉啊。很多工的，我都不想要煮。你多工要不想要煮啊？终于讲心里话了。不是想要煮啊，喷到满地都是啊，那个油啊，他多工到不想煮，有时候啊，就是原来你真正的是这样啊。不是，我们是讲的不是随口闹一下，但是粉丝要的话，我们还是煮的。昨天有人要求啊，谢谢75个欣赏，有人要求呢，有没有？有粉丝要求啦，有要求啦，对啊。你看那个头不要了啊，那个头很硬啊，就不要。底部的头啦，那个不要了，那个根头了。OK， 我们这里是切，然后我们就，我们要这边。其实我洗了很清洁了，这个很多轮咬了。你看有掺甜梅菜吗？这个就是甜梅菜。这是甜梅菜，你可以咸菜掺甜梅菜都行，你只是咸的也是可以。咸的你就浸泡久一点了。久一点，对啊。那我这个甜的啊，我们现在我要做的是。现在我们要首先是要热锅，那么我们要炒这个，炒梅菜先啊，炒梅菜，梅菜不够干身呢，要烘干它，来烘干它，来我们把那个梅菜烘干一下，烘干梅菜，表弟说步骤很多啊，这个，对，你没有先热锅先啊，这个 OK 了，这个 OK 啊，不会粘，不会贴住，有水分嘛，这个有水分啊。哎，我们刚才就慢慢给它爆香啊。好。那我刚才这个有穿烫的哦。刚才这个，我今天我买的这个肉啊，很不美啊。这个是什么肉？猪肉啊？花肉。啊，花肉。那很不美，为什么？我没有看到它受伤了，就受伤了，但是不做也不可以。受伤了猪。我看到就不想要吃了。
没关系啊，猪肉受伤了啦、啊、对对，那么我们也一样的，我们就是捶它，用叉来动吧、啊、叉对。那么叉为什么要这样动呢？动你要越动 越多越好，要伸进去，这个叫松张啊，松张对啊，那种像烧花肉啊，好像做烧肉羹的过程啊。原来受伤的猪啊是那么难看的，难看的，对对，有鱼血这样啊，鱼血对，好像鸡也是啊，有时候你买鸡回来也是，你看它受伤了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它抓生的，它抓的时候哦，是要这个猪有挣扎啊，是冲到、啊、猪有挣扎，冲挣扎。我们就是每一个步骤就稍微。昨天做的潮州啊，超难吃啊。嗯。为什么会难吃？什么难吃？你都我们这里都吃不够啊。啊，那个调味，其实调味你们要吃。有佛罗表弟的那个调味吗？啊，你要佛罗我调的，我就是。OK， 这个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稍微冲水一下。Need to soak this veggie? Yes， 你需要浸泡三个小时啊。至少。啊，至少啊。这样我们要炸这个啊，炸这个，我们放一点点黑酱油。这里是都好克的那个。啊？这里啊，八百克油，八百克的那个五花肉啊。OK， 我们放酱那个老抽啊，老抽。主要目的是我们要炸这个皮啊。大概有一茶匙噻。啊。你看你的老抽是浓的，比较浓的什么？啊，你就是主要上色了。啊、你放酱青也是可以啊，只是放酱油也是可以啊。酱油也可以啊，啊但是要上色了。如果咸的加盐去泡，会比较容易把盐味泡出来。对 对, 对，你讲的对，这个有经验啊，厉害啊。咸菜也是咸菜啊，因为盐它是把它味道破水啊。啊咸菜也是这样，咸菜很咸，你放盐下去啊，咸菜就会比较快的淡落。哎，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拿上来。但是我们蒸的是真正的，不是它的那个，浸泡到它，不是它淡了、啊，把它那个梅菜的味道啊，很浓的那种秘密处，谢谢75个先生啊，把它今天都能给你75个先生啊。哎，谢谢啊。OK， 我们现在有这油滚，油热了啊，一点热啊。OK， 来炸啊，就是炸。OK， 来，不用太油，不用太热啊，就是放在慢慢炸就可以了，不要理它。那表弟油性好 ，often need to sharpen 啊，烙脆慢啊，他每三个月会磨一次刀啦，他天天用啊，用烧肉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啊。烧肉已经啊，烧肉的皮已经烧到，它已经要脱皮了啊，就不理想，不是不可以做，不理想。再煮这表弟干煎虾，干煎豉油哈，晚点才看重播啊，谢谢啊。哎，炒干身了，啊，慢慢焖。哎，如果不油炸啊，拿去炸锅炸，可以，也是可以，一样啊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受伤的肉还可以吃吗？都买了咯，都买了，我们都不懂这样哦。不然我们不做又不可以啊。有，我觉得受伤的猪或者是带病的猪啊，不要吃了，注意一下了啊，要注意一下了啊。你要吃就给你一下，但是我还是要做出来了啊，没办法。梅菜蒸可以啊，梅菜蒸肉碎吗？要用咸梅菜还是用甜梅菜？我们可以用甜梅菜的。都可以啊，我们是要炒干它这个梅菜。嗯。所以那边炸了就不用理它，盖着啊，慢慢炸，慢慢炸。表弟可以教怎么用红烧鸡面线吗？红烧鸡面线有煮过啊。再次再来再来啊。We boil the pork belly first。你要先穿烫你的那个 pork belly 先吗？对，因为我要时间，我就必须要穿烫啊。那个就是你水滚，所以需要水滚，冷水放下去穿烫，放到水滚给它滚，滚了差不多是半小时，哦，啊，半小时蒸一蒸它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其实我蒸不过久了，哦，蒸半小时，它肉熟了，都熟了，好像我们煮那个回锅肉一样啊。OK， 我们的那个花肉是已经穿烫过了。它是穿烫半个小时啊。OK， 我们就是干身，然后弄到它干身，然后炒到它干，就是烘干它那个梅菜啦，让梅菜才会有香味啊。好，好了，我们就把梅菜拿出来。好，洗水一下。
那烘干它这样的感觉啦。Hello， 谢谢大家支持啊，请帮我们分享啊 ，Thank you。呀，看看今天有没有3000啊？3000啊！啊，今天多少？现在2600。2600啊，看看有没有3000。哎，讲3000比较容易有气氛啊，4000未必有啊，都是你。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未必有气氛啊，谢谢啦。K.I. Wong， 谢谢你75个欣赏，谢谢。我们还是不要吃了，身体比那个肉还贵啊。对啊，对，猪肉老不老实啊，他不是啊，买菜睡觉啊。我觉得不是猪肉老问题，是表弟没有看到。不要，我就看，哎，把我切，我看这么大块的，我这个切来，我就不。第一次没有，我觉得他也不懂啦、啊，他不懂，我也觉得对方也不懂啊，对方应该懂吧，我不懂啊。下午好，每次开都有广告啊，啊，我们的有广告，现在的直播很多都有广告啊，这是他们有的赚钱的、啊，我们也是有的赚钱啊。广告是Facebook 的广告啦、哦、Can replace the roast duck instead pork belly， 可以不可以用那个烤鸭来代替啊？没猜呀、啊。啊。可以啊，没参与可以讲，可以讲说。Any time， 谢谢你75个欣赏。OK， 我们差不多了，我们看看一下我们的啊，这里烧了怎样？梅菜可以用气炸锅来烤干它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嗯，差不多硬生了啊。啊，好像在做那个。烧肉这样，烧肉，有点像烧肉哦。来，烧肉去烤了吗？它就炸了。来，我们开始放油。来，热锅下油啊。可以，梅菜可以用那个气炸刀、哦，可以可以，啊，烘干它可以，没问题。我们放个葱头仔，来，葱头子啊。大概一个汤匙左右啊，葱头子。葱头你可以切糖啊，葱头子你可以切片，也可以切肉也可以啊。煮好了，今晚 post 照片啊。谢谢你尝试表弟的菜单啊。这道菜很忙哎。这道菜很忙啊，要顾两个锅。如果我只是家里只有一个锅怎么办？啊，能慢慢煮咯，慢慢煮啦。煮来，来，我们的梅菜啊，放进去了。这里是300克的梅菜啊。嗯。表弟几时煮梅菜鸡啊？来，酸菜鸡啊。酸菜鸡，酸菜鸡啊。好像没有听过，应该蒙查查这样子。你的蒜米几时要放进去哦？放米粉，放米葱炒那个肉了。今天煮什么表弟？我们是在煮梅菜猪肉啊。好聊了。用刀再小心一点啊，这个。请问梅菜和咸菜有什么不同？当水没？好高，高位。梅菜和咸菜有什么不同？啊？咸菜是水分啊。咸菜是水分啊。啊，水的叫咸菜啊。OK， 来，我们要蒸水一下啊，浸泡水啊。浸多久这个？然后等下蒸干了，稍微冷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切了。哦，它这是进水的原因，就是要让它容易切了。哦，没有这样子。来，我们这里没有看过煮鸭，目前鸭应该是少过3道啊。有了3-4道有了。有4道啊？我们煮了500多天啊，应该有4道是鸭的、啊。来，我们现在放来黑酱油。来，可以用烧肉来做吗？可以，烧肉不建议啊。啊，黑酱油一汤匙啊。来一个汤匙的黑酱油啊。黑酱油一个汤匙，啊，料酒一汤匙，料酒一个汤匙。来，表弟，不错哦，你的梅菜扣肉是一流的啊，有传过表弟做的，对的，跟着扣肉啊，就好啊。啊，3000人啊，谢谢支持啊，谢谢啊。表弟没有煮过咸菜鸭汤吗？有吗？有啊。来，一汤匙半，一个汤匙半啊。饼面可以买到你介绍的鱼滑吗？啊，他们有运输了啊，你们有运输了，他们运输、啊、他们，你咕嘟，你进过去，他们再找一下，要水他们，来热水，对，我们是用甜梅菜啊，热水多少？
啊，热水也是，反正你要满过这个啦，你要给一个数量啊。它的热水将要满过这个。300克有了，三百 ml 了。300 ml 的热水啦。热水你总之你要等一下我给正常的。梅菜以 sweet or salty sweet， 我们是用甜的。甜梅菜。表弟一定很喜欢梅菜啊。表弟喜欢吃梅菜，但是他讲梅菜扣肉是很多功的。哈哈哈哈哈。扣肉。看不到前面，你看重播啊，超多功啊。啊。来，想问一下，是不是越多粉丝啊，是不是越多钱啊？比如啊，每一场有3万人啊，去拿多少钱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广告费可以给你更多啊。啊，对，多人看他就多。越多人呢、啊，就越多钱赚啊。Facebook 会给啊。我们赚 Facebook 钱啊，我们就是我们。好像如果有5000人的话，我们大概可以赚一个60块的美金这样啦、啊。啊。大概是这样啦、啊，看他的那个给钱的， okay, 最近他是给 double 啦、啊。我们就是受伤的受伤一点点啊，那么我们吃的时候就切掉了。然后我们是用甜梅菜啊，嗯，所以我们一块就是，要不要 double 这酱厚的度厚度、哎？为什么我们要冲呢？等下我们炸的时候，我们松动，等下煮出来的时候肉会僵的。哦，就炒皮啦，炒皮啦，炒皮啦，就有皱炒皮花也叫皱皮啊。Aeon 有卖尼古杜的鱼花。你看它的牛内脏啊，那个猪，嗯，这个还可以焖久一点，因为时间不够啊，我就你们可以焖久一点啊，啊，穿烫半小时啊，让我跟着我啦，跟着我那个，然后我晚上的食谱啊。表弟可以教猪肉冻吗？猪肉冻是什么？就是是日本菜来的、啊。日本菜是啊。那你拿个碗给我烤哦。我喜欢四季豆煎蛋啊。哎，四季豆，它那个不是四季豆啊，它是蚕豆味的。蚕豆啊，用蚕豆、啊。其实四季豆煎蛋比较好吃啊。啊，我也是觉得四季豆比较好吃。那比较爽口。但是还没有试过用蚕豆来煎蛋吗？它的新菜色。好。OK， 我们在这里。啊，注意一下我们的梅菜啊。嗯。这里如果黑酱油你放比较黑一点点啊，就是带有黑油，肉的时候就不要这么。现在哎，我打地纹龙。我们在煮那个，煮那个梅菜扣的，会有虎皮啊？什么呢？会有虎皮。这个肉有腌过吗？没有啊。我们的肉没有腌过，来再加水啊！总共多少？啊，够没？够没有？总共多少？你的水？400 ml 的水啊！嗯，我们水要。猪肉冻是潮州菜啊，他应该不会的。不懂。听无？听无。哎，我们看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放的是胡椒粉，少许。来，少许的胡椒粉啊。嗯。鸡精粉。鸡精粉。一茶匙啊。来，潮州冷豆腐有做过吗？如果有，我要去找视频出来写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来，马铃薯粉勾芡啊，他没有做过啊，冷豆腐。马铃薯粉勾芡。Kim Yi， 谢谢你75个欣赏啊。谢谢。我比较常煮蚕豆煎蛋。啊，勾芡啊，红色粉来勾芡啊，浓一点。这个要勾浓一点啊。来，最后我们再放一汤匙的料酒下去。来，倒入一汤匙的料酒啊。让我们就把它的肉这个芡拿上来先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梅菜就煮好了啦。啊，反正梅菜就好了。嗯，这个看到比较黑一点哦，比较黑一点，然后我们肉我们就不要煮太黑。啊、所以我们第二轮要煮的就煮肉。请问海鲜鱼可以在哪里买？给地址吧。尼古杜 Seafood， 马来西亚那些尼古杜啊。You using the chopping board？ Can I ask you？ You chop chicken using the facing？ 我全部用白色。他
它没有用 metal 那一塞，因为它的刀好刀来了。我全部用白色这个 BB 材质的啊，为什么他会用这个 BB 材质？切肉啊，应该是要去用那个 metal 那个材质的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他的刀是好了，他怕弄坏他的刀啊啊。表弟会做梅菜鸭吗？梅菜鸭可以啊，可以尝试啊，这样子没有做过，可以尝试啊。那个鸭要处理是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啊。其实我们在煮菜，当你会煮菜的时候，你就会融会贯通了、啊，你就会啊想，好像我没有炒过粥，差不多，昨天炒粥，哎，粥头，啊，这个那个那个还是好吃的，那么我们就融会贯通，我们想到啊，这个料理应该配下什么才会更够味，啊，或者相克的是什么？要当你没有煮久了，放蚝油啊。啊，你有没有放好油吗？可以放，你可以放啊。嗯，我没放。表弟，莫怪又要打扰了，请想问你几时要煮云顶半山的干煎脆花肉呢？哇 ，nice 哦 ，nice， 请都帮忙啊。他讲 nice 啊，但是不跟你讲要几时啊 ？OK， 可以，给我点。可以搅，有没有试了九天了？猪脚冻，猪脚冻。这个还没有穿，因为我时间上啊，穿烫不够啊。猪肉冻啊，是朝鲜的一道菜名啊，名菜的。潮州肉卷有没有做过？那应该没有啊。潮州菜它几乎做很少哦。我是福建人啊。他是福建人来的，福建人煮广东菜啊。哎，我出生是广东菜嘛。啊，他的师傅是教广东菜的，所以他会广东菜了。来，我们放一点花生油下去。煮菜油啦。煮菜油，花生粉的油。那么我们也放了蒜米，来蒜米爆香先，一个汤匙啊。请问一下，帅哥 FB 有人数有3000多个啊，就有多少面那个酬劳啊？大概看多少了？有看后期40多块，3000多个没有这么多了，你是后期看的才有。没有，就是说我直播后啊，还是有人看，还有包括后来在看的。没有，我现在看这个3000多个人数啊，大概有40块了。没有。好，到明天有。到明天，但是后期的人在看的。啊，我知道，就是后期啦。嗯。他，我是说包括后期啦，这是第二天呢。OK， 那边比较黑一点呢，我就不要放黑油。40多块美金呢。OK， 那我们把我们的花肉放进去，跟那个蒜米一起炒啊，然后放那个老抽的。老抽半汤匙，因为那边半汤匙的老抽啊。OK， 我们放蚝油。这里放蚝油，就那边不要放蚝油了、哦。OK， 我们这里放蚝油啊。嗯。多少？一汤匙。一个汤匙的蚝油啊。来，表弟可以几次？要酒。酸梅鸭。来，料酒一个汤匙啊。表弟今天有一点手忙脚乱，刚才他录视频嘛，该录短片啊。我弄了。他录了4道菜啊，是今天做了4道菜啊。对啊，今天有点猛查。表弟明天15啊，煮素菜啊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请问可以加花生吗？好像不大 match 啊。不适合加花生了。不大，跟传统有一个啊。来，请问我想要买海鲜酱料，要怎样下单？Simon， 你私信我们后台啊，我们会给你那个菜那个吗所有的酱料啊。嗯、OK， 那我们刚才放芝麻香油啊，芝麻香油啊。芝麻香油啊，两茶匙的芝麻香油，糖半汤匙，一茶匙的鸡精粉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是主要是炒到它有啊 ，OK， 来这个是撒一点胡椒粉啊，我们的酱油，今天煮的，昨天表弟教的海鲜炒粥，家人都说好吃啊，谢谢你尝试啊，对。海天每逢拜二拜四拜六啊，有直播啊，11点还是多几点啊？10:30啊？10:30啊，都会有啊，会有那个直播、啊。来，酱青多少？酱青1汤匙，一汤匙的酱青啊。Wow, no bad. One month is a lot of money 啊 ，no wonder 啊 ，many do live that。很多人做直播是因为有收入啦，但是他有一个 minimum 的 requirement 啊。At least 10,000个粉丝啊，粉丝要 follower 要10,000个啊。我来买菜钱啊。然后60,000分钟的观看啊。
OK， 我们稍微爆香它就可以了哦。爆它那个糖啊、料啊，差不多有均匀了，我们就直接拿来扣啊。May I ask you the Chinese one why is used to cook what type of dish？ 酸梅酒啊，华人的酸梅酒啊。啊，有酱啊？没有，没有酒。来，通常是来煮什么？酸梅酒，我们就没有。我有这样的东西的吗？我第一次，酸梅酒就听我喝过，梅酒有喝过，只是酸梅酒来煮菜是目前还没有啊。你们用的鸡精粉也是海天吗？对。来，我们可以扣了了。OK， 来，我们放在一个空碗上啊，那个碗能走大一点啊。他讲可以扣了，就扣上去了。好油吗？所以我们选了一样 size 摆上去就是了。中间呢，你就要这样的。中间就是要两片的啦。单单三层肉就很想吃了。好，看他这样摆啦，它是前面一片一片，然后中间两片啦。哎，下午好，谢谢你们的分享与支持。所以，如果你是芋头扣肉啊，又不同做法啊。夹那个肉，哈喽，这样固执的喽，好顽固的喽。猪肉有内伤可以吃吗？照吃不误了啦，都买回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做，没办法。外面的猪肉也是这样给你啦，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受伤啊。哎，很多人是买到那种啊、死掉的猪，死了一段时间的哦。有没有？有啊，懂。OK， 这样我们在这里已经扣了，我们把这个、就是摆一下啦。皮是向下吗？皮向上。哎，你没有讲了，皮要向下。皮要向下，哎，不简单哦，哈哈。表弟讲啊，超复杂了，所以他讲啊，他很少做，因为很复杂。我们很少做，都做了几次了。表弟，这个碗会太小吗？刚刚好，表弟会告诉你是刚刚好啊。OK， 没有把它切掉，用什么东西切掉？那个受伤的部分啊，很大片的、它受伤。切它就不美，因为为了好看啊，切它就全部不美。那煮上来也看不见我了，孤立了。OK， 我们就没关系了。看到肉就想吃了，可以吃两块啊。这样我们拿去这个肉你不能吃，受伤了啦。受伤这个拿去蒸它，最好是两个小时。哇，一个半到两个小时，因为这个面肉比较生嘛。可能我们说，如果肉就穿汤比较熟一点的话呢，一个半小时可以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蒸它两个小时。蒸两个小时很那么待会儿我就不会倒出来给大家看到。你要倒出来给他看。倒出来的时候，蒸熟的时候，我会倒出来拍照片给大家看。你直接做短视频啦，还是什么？会做短视频啊。OK， 我们要蒸两个小时啊。Two hour steam 吗？OK， 这样我们放去蒸。4000多人了，来谢谢你们啦。谢谢。这样我们没有成品啊？没有，晚上等一下我会拍照片啊。成品是照片咯，我要去蒸。OK， 我们要 steam 两个小时啊。有什么要再补充这道菜吗？待会下先，我会很咸吗？不会很咸、因为我酱油放很少啊。酱油放很少，再放半汤匙酱油。老抽多啊，老抽的味道没有这么咸、因为我那重要是你的梅菜要蒸透，梅菜蒸透就不会没有什么咸味了嘛。就是靠你的少许的酱油，那么那一整大碗的话，我只是放一汤匙的酱油而已。OK， 表弟已经做了很多次了。我现在是讲到这两个小时啊，你讲到我要时间，你应该按前面那个吗？不是，然后现在按时间了，这样按那边应该有一个更快的。没有，不懂，不用。OK， 两个小时。OK，steam 两个小时啊，用气压锅很快，用气压锅，你不用气压锅，气压锅吗？用气压锅来蒸这个，气压锅来蒸啊，气压锅是来烤来蒸，气压包哦，
鸡鸭包哦，那个啊可以。怎么你不用鸡鸭包了？好吃、哦。哇，你们今天八点才可以用餐啊？没有，我们今天吃粿条。可以看看外面啊，外面很难看的。我家外面长这个样子了。那个要装修了，还没装修。哎，很久了啦。外面哦。哦，我后悔了。在别人的家。很旧了啦，家里要装修了，十多年的屋子就要装修了。来，用气压锅蒸多久哎？气压锅哦，看我们的气压锅我就不教不大熟，但是你可以蒸久一点，肉要蒸久一点，它比较够烂，比较好吃啊、哦。我建议蒸两个小时啊、哦。蒸两个小时啊？气压锅两个小时就是多少？气压锅两个小时十二分钟啊。十二分钟的话，那但是。我建议，气压锅你可以，你用它15分钟哦，15到20分钟啊，15分钟啊，15到20分钟，慢慢一点不用紧了，15到20分钟啊，来，请问蒸的机器是 microwave 吗？它不是，它这个是可以来烤，用来蒸的啊，这个是洗毛肉的产品哦，我用表弟的气压锅来蒸啊，他忘记他有气压锅啊，每次都是这样子的，他只是想到他有蒸炉啊，表弟，我用气压锅20分钟啊，对呀、啊，20分钟啊，20分钟。原来有气可以用气压锅来煮啊，我只是慢慢蒸啊。我们也是蒸两个小时。我跟他讲要用气压锅，还忘记哦。我炒了一年，炒了坏了了，炒了坏了了。你看我，其实我蛮这么薄的哦，用品质很差的啊、哦，这么薄的哦，我可以顶到现在啊，就代表我煮菜啊。I remember last time Mr. Lim used the pressure cooker to make this dish. 是，现在我忘记了，他有气压锅。因为我一看到这个喜梦乐的那个蒸汽烤箱，我就很方便就放进去了哦，就没有想到。来，一斤多少？谢谢，5000多钟啦，现在。为什么不用快锅？他忘记了。这个答案你应该不满意。说啊，这么你不用气压包？可以啊，我们现在弄也是可以啊。现在弄啊。OK 啦，现在弄啊，气压包。还没有准备到啦，忘记了，真的是。这样我们就不用另外再录哦。这样你们大家都可以看成品哦。给我点时间啦。本来要拉油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没有，成品哥，先讲多啰嗦呢。那今晚要等到8点才有的吃饭啊。表弟今天呢，有点不热来说动啊。表弟放气压锅，我们才可以看成品啊。对。我们用15L的气压锅。没有很久没用了啊。15分钟好啊，来15分钟也是可以啊。你该煮啊，直接电了700人啊，表弟。表弟想要用蒸汽烤箱给我们看啊。忘记了，他忘记有，真的是忘记有气压锅。老狼呢？这锅你烧完小心点。表弟有心就忘记旧的啦。喜新厌旧啊。他的老王转不上来啊。来，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蒸汽烤箱啊？联络我们，联络表弟啊。用喜摩洛的产品来的。表弟today不热不热啊，吐太热了。有啊，他真的是很热啊，今天，因为他录视频啊，录了4道菜哎，他录了4道菜啊，为了给大家看短片啊，OK， 我们拿出来了，不用蒸两个小时啊，人都老啊，你讲的对啊，人都老啊。表弟，10个人等你2个小时就22个小时了。要等你一天呐、才有的吃、啊。厨具太多啊，太烦恼。来，我们等一下滚一下来盖一下、啊。这蒸炉是比较慢啊，但方便啊。蒸炉是很方便，放下去。No, everyone have pressure cooker, so to teach the traditional method is also the rest. 耶，要啦！真的是等久啊，真的。来，去呀，煮出。煮熟了慢慢蒸，哪个口感比较好，比较入味？其实我跟你讲，你最后还是要调味的，你到后味还是要调味的。
口感来讲的话，还是在于你后尾是怎样调味啊。它用气压锅出来的话，或者是用蒸炉出来啊，它还是要调一点味的。啊，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？煎那个蛋。来，可以重复重食谱吗？你要看前面的重播，或者是等小弟食谱啊。那今天不热来说动啊，啊。表弟，你真行啊，迎合粉丝的要求啊。表弟是喜新忘旧啊。请问蒸的时候不用盖住吗？如果要来蒸的话，蒸的时候，其实你有一点水分 OK 的。啊。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的你看你的水有一点水分 OK 的，水分蒸汽 OK 的。然后不然你就放一个锡纸膏像盖上面。哎，好久没看到罐头师傅来跟表弟直播了。对啊，罐头师傅要忙啊。喜新忘旧啦，我们罐头师傅太忘了，表弟卖太多东西也忘记了。来，我们准备蛋啊，这个要是煎蛋啊。啊，讲到煎蛋这个啊，六粒蛋啊。表弟有放水吗？什么？你是讲他的那个气压锅上有加一点水啊？所以我们这个是煎蛋配长豆啊，配长豆的、哦。我要点糊涂，蛮清楚。今天我感觉到会特别长啊。会吗？嗯。OK， 我们这里啊。啊，摸不到菜这样感觉。有啦。你老想得到吗？等到花儿也谢了。对啊，两个小时很久啊。Thank you， 很炫啊。来，你的包有放去水去蒸吗？什么？你的包有放水？有放水，刚才我放水。OK， 我们这里要调味的话，他放一点水下去了。我要一点一点马铃薯粉啊，的那个水，因为来牵制。那么盐，你是我们盐你直接下去的话，盐不会上。盐不会上。所以我们放一点点半茶匙的鸡精粉。OK， 来，它三汤匙这样啊，有吗？一勺勺的那个芡粉了，来，鸡精粉多少？鸡精粉半茶匙，半茶匙的鸡精粉，少许的盐啊，盐少少啊，盐差不多少许。OK，因为等一下我这里要放一点盐，所以 OK， 啊，我们这里鸡精粉和少许的盐呢，只能拥有它。蒸扣肉最好盖着啊，水蒸气啊，会不会不会掉进扣肉碗里、啊？他讲不用盖也行啦，因为有点水也 OK 了。啊，因为我要快，因为如果你盖细纸的话呢，你的时间就不对了。啊，细纸因为盖住它的啊。现在人等两个小时的菜啊，就 next 了。就是两个。也算在没菜扣肉啊，就要被淘汰了。应该淘汰的菜啊。来，我们放油。来，我们放油啦，热锅下冷油啦，来煎蛋啊。所以我们六粒蛋啊，这蛋是 B 蛋的小粒的。Why put the stock into the egg? Any reason? 为什么要把那个粉那个？等下煎的时候鸡蛋不会散啊。啊，鸡蛋会连着它，不会散掉啊。OK， 来，我们先把那个长豆啊弄饼 chop 啊，把它切了啊。来炒一轮先啊，这里多少克的那个红豆？差不多，这里应该300克了。300克啊。嗯。表弟，冬菇瘦肉笋啊，用普通的，要焖多久？冬菇瘦，你最重要你要我们说，你一定要冬菇一定要浸透。要焖多久？啊，冬菇浸透，你一般上焖一个小时多就可以了。一个小时多 ，OK。那焖久越好了。你看你放盐多少？我是1/4茶匙的盐，1/4茶匙的盐啊。鸡精粉呢？也是一样1/4。OK， 鸡精粉也是1/4茶匙啊。盐1/4茶匙，鸡精粉1/4茶匙啊。来，炒一炒下我们的长豆啊。嗯，你可以直接倒下去呢，也是可以直接这样倒下去的。来，鸡蛋，这属于煎的咯。对啊，煎啊。Pan fry。哇，那不用平底锅你。锅不够热啊！师傅，等一下煎蛋泡沫。不要了，这个好像超大了。
挑对了。他讲他敲大，我是讲你煎蛋一定是失败的。不会，你有水分啊，好菜不怕生。等着等着，人就老了。所以我们的这个你放了那个马铃薯粉就是啊，它就不容易啊散掉啊，你看不容易散掉啊。黄豆煎蛋我都是有放虾米啦，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都是可以啊。自从买了表弟的气压锅，时常做芋头扣肉，家人呢爱这道菜啊。表弟忘记他有气压包了。啊，我们有十五厘米的嘞，表弟对气压锅失宠了。肠都会熟嘛，会啊，这样子很烫的。刚才油下去的烫了，人都熟啊，都会熟了嘞。今天表弟好像很热不热，煮了菜早点休息。啊，今天煮了四道菜啦。哇，包括你要给我讲一声，我推后给大家看一下嘛。哎，你做短视频这个，我觉得很简单嘞。啊，很简单，这种配粥吃很好吃的嘞。可以，太拿手了。啊。几粒蛋？六粒蛋啊！我们是用 B 蛋啊，六粒的 B 蛋。A 蛋换五粒过来。来，开始摇了。给它大火一点，快点。你要20分钟啊？嗯，那15分钟 OK 了。15分钟。等下我那个果条炒好了，啊，鸳鸯炒好了就可以了。啊，鸳鸯炒好了刚刚好啊。所以你要再放抹马铃薯粉下去呢，那鸡蛋就不会散，要不然鸡蛋啊。跑黄了，什么锅？来跑黄了，好，来，听我来，来，我觉得会跑出来。喂，没有啊，什么锅啊？这是黑杠铁锅啊，长豆加菜包啊，煎蛋啊，这个就有啊，哇，可以菜包可以配粥了嘞，去一下给我打入的，哈哈。请问表弟这个多少 cm？ 36 cm 吗？我们这个三十二，昨天32啊，32，这个。没有货了噻，哦，啊，我们的炒菜锅没有货了啦，啊，要等，要不要了啦，等下个月，你要等下个月，哇，好漂亮的中式披萨啊，嗯，啊，华人的披萨 ，OK， 很美哎，煎到啊，这锅美煎到很美，锅美煎到很美啊，OK， 锅很好用啊，不会粘锅的，这个锅会粘锅啊，只不过我们有会粘锅，你不会用就粘锅了啊，小小技巧啊，先热锅先。哎，我们现在炒完蛋头，热锅你再下油啊。鸡蛋煎得美啊，我也是觉得美啊。所以我们煮鸳鸯啊，不用洗锅，煎了蛋就不用洗锅啊，不用洗锅。嗯，没这个蛋我要煮，我第一次听到你想要煮啊。表弟，我的电量剩28%了，有办法可以煮吗？没有。表弟不乐抛蛋又厉害啊，煮菜没有问题啦，但是我们问他问题，他答不出来就。有看到吗？放在不上啊！来，这个是米粉呢。米粉多少？米粉少许了。少许的米粉，因为我们就是要30克有吗？30克嘛。30克的米粉啊，来煎一煎啊。嗯。什么锅？黑杠锅来的。黑杠锅啊。这个目前没有货啊，卖完了，我们的货。今天你们不要问表弟东西啊，达不到啦，你看那样子。你问他，三句打你一句吧。那今天老师说，你看我做什么呢？今天早上9点，炒一些，不是炒饭。8:09我就做一个直播，那个重播嘛，啊，那个计算机嘛。啊。那么我就跟粉丝有对话一下，有疑问有问一下，啊，然后我就煮了两道菜，录视频。啊，我去买菜，买了菜回来录视频。录视频是给大家方便的，啊，方便的，大家收藏啊。这个要煎到透啊，要煎到透啊。多少钱啊？这个99块啊，99块。米粉有浸水吗？有，要浸泡。有浸泡一下啊。要放点油。多久？浸泡多久？你的浸泡？这个米粉啊，浸泡5分钟而已啊。来，我们加一点油啊。我，这个是你要用那个麦米罗麦粉没有？有 B 蛋，谢谢你100个欣赏啊。这种米粉就比较还属于功夫炒的米粉啊，功夫炒的米粉来的啊，一心不认二用啊，他是多用心啊。
啊，你用这种动物米粉，它是用这个江门台粉啊，还是写公问公问江门的米粉来了啦 ？OK， 还是用这个，你们可以拍照啊。一二三，鲜果拍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煎了。来，99块，有没有包开锅？不需要开锅了，这个热锅它就可以了。你热锅就可以了，不用开锅啊。也就是你回去用肥皂洗了一轮子，然后洗干净了，不是有水分呢？你来给它，你给它烧到它干了，是涂一层油，涂成一层油啊，至少一两个小时啊，或者 overnight 啊。表弟不要太操劳过度啊，太累了应该要休息啊。对啊对啊，连他的身边的女人啊都觉得很累啊。表弟至少是为了大家方便。对啊，来，果条多少？果条是450克啊。来，450克啊。哇，单手那边抛那个果条，来，我们放酱油啊，酱油跑下里啊，酱油跑下里啊，你问我放一汤匙的酱油上去。来，放入一个汤匙的酱油啊，酱青一个汤匙，你看到啊，哇，极有心。来，东马这个锅油费多少？东马要多少油费？不搞笑了，应该要几十块啊。但是现在没有货啦，你等有货的时候才来问好不好？现在没有货啊，有货的时候会告诉你的油费啊。这个如果你要买也是可以的，它是配好的啊。这个锅要多少钱啊？99块。再放点油。99块啊，来放点油啊。这样敲会刮花吗？不会啊，都是钢铁过来的，黑钢铁啊。黑钢铁啊，狼人不应该累、啊。我们大草用的是铁锅，那种便宜30来块而已啊。这个是黑钢铁，很厚。你外面找啊，都要103块起跳啊。外面卖103块啊，我们卖99啊。这个锅卖99块啊。狼人不应该太累啊，不要应该让女人累呢、啊。OK， 煎到它香香哦。那果条就是，今天为什么我会炒鸳鸯呢？今天我是做直播的，重播的时候有个粉丝说，哎呀看不到表弟煮了，因为瓦当河没有看到现场，我就想好了，我今天晚上就煮个来去下锅的关小伯吗？没有，我要给他蒸它，我就将我们就阿嘎嘎啦，煮完就到处可以开了啦。多少 cm？ 我们是32啊，36cm 的还有货吗？没有货了。32和36cm 的锅没有了。这个锅太便宜了，值得买啊！谢谢、啊。OK， 我们再来。The wok is nice light 啊，会轻吗？这个锅？因为你厚，不轻。不会说很轻啊。一个1.2公斤啊。1.2kg 啊。大的36cm 1.7啊。1.7啊，来蒜米。爆香先啊，一个汤匙的蒜米啊，表弟注意身体啊，会大庭不顺太累了。OK， 我们一般上我炒粉的话啊，你这个没有味道的话，你可以你放酱青。对。OK， 我们有虾肉，还有猪肉片啊，少许的。熟悉一下。OK， 你这猪肉片多少？猪肉片，5克左右。5克啦，虾大概4-5片啊。看了你的直播很开心，谢谢你的赞美啊。我们就捞一下啊。OK， 来，我们放姜青，就是来腌啦，简单的腌法。我比较少猪肉切了。OK， 我们放那个马铃薯粉啊，锁住它的味道啊。可以。哎呦，来炒一下。表弟过来的，记得通知一下，我们会通知啊。过来的会通知一下。会。几时会到你的新锅？结果？月头啊。11月头啊。如果累就煮2道吧。啊，今天。煮至少5道啊，我看，哎不止啊，不止5道，7道啊，加白今天3道啊，会贴锅吗？会，这个贴锅了，我们稍微包一下啊。但是我们这锅下油啊，就不会贴了啊。来，再放点油去炒一下。Beef is nice, and thank you very much, Belty and Jack Care。Yeah, 谢谢。来水。差不多半罐600克，来600ml 的水啊。如果你要制多一点的话，你可以换到700克啊。As long as not too heavy 啊 ，It's okay 啦，1.2到1.7啊，大了就1.7啊。
下次表弟很累啊，就叫 Mickey 出了，抓进的人也是很累啊。来锅什么价？32cm 99块啊。来一茶匙的。如果是36cm 是多少？109呢？啊，109啊。一茶匙的鸡精粉。啊，我们鸡精粉一茶匙。1/3茶匙的盐。1/3茶匙的盐。啊。和一茶匙的糖。一茶匙的糖，来重复啊！一茶匙的糖，一茶匙的鸡精粉，1/3茶匙的盐，胡椒粉少许。啊，我们放酱油。Can us has the knife set arrived?那个菜刀还没有来啊，只是菜刀没有来啊。来，酱油多少？一汤匙，一个汤匙的酱油啊。嗯。不可以煮这么多种啊，分明天煮啊。没有啦，要入直播啊，没有办法啦。我们要赶菜了，给大家啦。我要入1000道啊。How is 我说，我的目标是1000道。Okay, 菜啊，蛮不错，像今天的味道。来，蚝油，一个汤匙的蚝油啊。请问表弟，你的煤气阿米罗龙拉单啊？煤气炉卖多少钱啊？煤气炉，我们没有卖煤气炉啊。OK， 水滚啊。这个是菜心啊。水滚才啊，菜心水滚才放啊。来，水滚才放菜心啊。这会很苦啊。没有放料酒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炒面不需要啊。炒面不用放料酒啊。你喜欢可以，你可以放一点的，因为这个字啊，各种字啊，你放一点料酒也是香的。来，我们打芡啊。嗯。芡粉、马铃薯粉勾芡啊，这里差不多三汤。表弟很骗啊，表弟每次跟我讲一个故事啊，188的父那个父子的故事，来你要讲吗？我太会讲了，他几乎天天跟我讲啊，然后讲了过后他就要天天努力。Give the WhatsApp contact to buy the work, please. 玛利亚，你 just private message 我们的 page 啊，我们 Messenger 啊 ，Facebook Messenger 啊 ，Thank you 啊，表弟第二本书几时出？来会安排中啊，谢谢你们。昨天煮青酱意大利面，超好吃啊！喂，好吃啊，那个好吃啊。OK， 我们浓一点，给它再浓一点点啊。来，再给它浓一点啊。玉莲翁，谢谢75个欣赏，今天很多人给星星呢。谢谢。来，几粒蛋这里？多少？三粒蛋啊，两粒蛋打散了。煤气炉要买多少钱啊？我们这个煤气炉啊，这个是人家公司的。你要买，你联络我，我叫他们去联络你。啊、有人公司我们的、啊，1000道啊，难怪蒙蒙的。我们重新路过啦，慢慢路啊，1000道很多、啊。表弟你要快一点啊，我怕我电池没有电了。好呀。好，来锅炉啊，下单啊、蓝鸟，你要下单的话，你私信后台啊，我们的后台。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1000道的视频到哪里看，你可以在 YouTube 看到或者是 Facebook 外面看到。 YouTube 你可以 follow 表弟的进线、啊、OK， 我们就放鸡蛋下去，两粒蛋打散啊、嗯、然后滚一下，滚一下，细火记得关火啊、这个最后的时候淋一点香油啊，那个放多油在上面、啊、这个 step 一定不可以 miss 啊，放多油在上面。现在煮了多少道菜啊？滚一下下去。你煮了多少道？我煮了1000多道菜了。不是，我是说单片啊，你要录1000道啊。单片啊，应该录了30多道啊。请问每逢星期几直播几点？来，我们每逢礼拜天、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，每一天准时5:30啊，每一天准时5:30。拜五、拜六是9点晚上啊，深夜厨房9点晚上啊。OK， OK， 来，这个是鸳鸯啊，鸳鸯啊。就是很漂亮的鸳鸯哦，这个是希望大家很喜欢。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在 KLA 六啦，苏邦这里啊。嗯，来，这个给宝小拿。这么好用的气压锅，表弟怎么把它忘记了？表弟就是新锅忘旧锅，大家也是不是一样的？没有，然后给我贴给我。OK 啦，最后还是有来用啦。我们真的好用啦，我是讲，真的是啊，2个小时。但是你要等他啦，我们等到老啦。人都老啊，等到花儿也谢了。OK， 你们可以闷久一点啊。OK， 我们最后再给他整久一点了。啊，我讲一个为什么刚才那巴塞马拉的故事是这样。啊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的爸爸是做巴塞马拉卖罗汉果啊，卖水的啦。卖水罗汉果啊，龙眼水啊，豆浆水啦、啊、哈、啊，冰的哈、啊。那么。巴沙马拉一般上喝点就开始很多人说当啊找人的是。那么我的朋友是小的，是那个人才十多岁的啊，他说啊
收档了，收档了，因为每次他的爸爸是最后，几乎是最后一档收了。啊，他说收档啊，收档，收档。那么他爸爸就跟他讲，儿子啊，在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的水是很容易卖的。啊，在你天气下雨天的时候，你想要卖杯冰水都难，因为没有人出来走啊，对吗？所以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要卖，尽量卖。不要在天气不好的时候，你想要卖一杯都难。啊啊！由此可见，就是说，我就跟我儿子讲，在你年轻力壮的时候，就尽量煮，就尽量去拜啊啊！尽量的去拼啊！经过在表弟还能站，还没坐轮椅之前的意思，还站得起来的时候啊，就尽量煮啊。等有一天坐轮椅的时候啊，啊，要再煮也没有办法煮了。那么这样的意思啊。那我今天就跟我的小儿子一起吃个喝杯下午茶，我就聊天的时候我就讲起啊，我说为什么有的人会很成功，有的人一事无成呢、啊？一事无成，为什么呢？那么就是在于一个人什么一个思维啊，你的思想决定你的命运，你思维你的想法决定你的做法，对，所以思维很重要。那么我就告诉他，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呢，你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去表回来大量的行动。对对对，在最短的时间做大量的行动，那么你的成就就不同了。表弟已经没有时日不多，时日不多了，所以我现在不拼了。其实他已经没有多少个十年了啦，讲真的，啊，都进入要60岁了，表弟。来，请问香油和芝麻香油啊，不同不同，这香气从头油来的，从头油香气有没有分别？没有，那香就是从头油来的啊，从头油啊。我们是爆了冲头油放在那儿的。来，请问过滤水机要用哪个比较安全呢、啊？我们过滤水机是这个啦，一路来过滤水机。老实说，这个 Next 不错，它有这个有臭氧啊，它就是说有一个佛氧，它用佛氧技术，你洗菜直接可以在那边洗菜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杀菌。你看表弟每次话说千多，叫他讲一下，他讲到里面去。OK， 来我们看菜啦。Kuala Lumpur, I go there more often.For last few years， 如果你要快的话，你就是这样子啊。没办法，要时间，有时间你就放久一点啊。这样啊，人赚钱的时候不要选择安逸啊。Yes， 对 ，You are right 啊。嗯。啊，应该是和你儿子和你说了，啊，我儿子也是跟他在比啊这了。其实 Mickey 也是跟我一起拼了啊、哦。那我跟他一起拼了。OK。没有话，我做一个月，我不要做了。累挂了哦，不要 say agree 表弟啊 ，thank you 啊，你要找一个比较平一点的嘛，好像有点困难啊，平一点的、哦，要吗？我觉得你的碗碟要平一点啊，很烫哎，啊不用啊，直接这样子放啊，我生命中。最亲爱的两个人看着我来倒这个，没有觉得我好心啊！我抓手机，哎呦，老师啊，倒掉！你要叫你老婆去做这样危险的东西，这个、啊、有点难度啊！你们可以等冷一点啊！完，毒，嘿，嗨哟，哎呦，少少失败，少少失败，完都肥婆啦，都肥婆。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失败一点点啦、啊。啊，要推一下，推一下。带一点字啊，那字在打一点线的。你那字太水啊，你那字太水啊。我可以批评你嘛？可以。太多汁了。哈哈哈！这水看来真正的，猪肉也有水分。啊。嗯。等下，烫。哇！哎，跑出来了，正啊，这个。不用等2个小时啦，现在就有的吃了啦。还是硬的，还不够软。还不够软啊？啊，等下我要再蒸过。我们还要再蒸过了、啊，还不够软啊。啊，这个等下就是啊，让大家拍照一下啦。啊，这个蒸过，等下我字再拿倒出来再。啊，那个字要再。刚才我其实是为什么我不要盖那个锡纸？其实要盖锡纸的、啊，不盖锡纸是因为我要更快的它蒸进去。对对对对。就是。所以20分钟你们可以看到成果，但是我们直播了，我们直播就是这样啊，这样做了危险啊，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。Mickey 不要吃了，我不吃了，我吃饱了，我今天吃很多餐了。汁要先倒出来先啊，哎，也是可以，也是真的要这样做啊，我觉得，我觉得需要这样子先。其实汁要倒出来，等一下我们要打线啊，
这个要勾芡呐、啊。啊，如果你先，其实你先打浓了就不像勾芡，啊。啊。但是这个要没有啊，你如果没力的话就要勾芡一下。这个要打芡呐、啊，现在要另外煮啊，我觉得那个字啊。你再丢下去。表弟的手刚受伤吗？啊，字给他取出来先呐、啊。请姐姐。现场直播是这样啦，要赶时间啦，就是这样子啦。有时间就可以放久一点来焖，再蒸久一点啦。OK， 来我们的就都弄到美美啦，然后制另外再勾芡啦。给表弟一点时间一下。来，我们煮一下那个制啊。表弟就是要完美的啦。那做像样点。哎，要做就做到像样点啦、啊，不做就不做啊。我的人是这样的，我反正都做了就要这样子。我性格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还不够绵呢、啊，我们可以再蒸久一点啊。对啊，还是慢慢蒸啊，气压锅也放不久了。啊，气压锅，因为有个放不久，要蒸久一点。啊，气压锅要焖久一点，不够久。OK， 我们这里再打一点芡粉，刚才的马铃薯粉啊，刚才的芡粉。完美，赞赞赞赞！啊，赞赞赞赞，四个赞啊！表弟是完美主义啊！哎，以前是大厨来的表弟，菜不美不能出街的啦。你没有放一点青青的东西在上面呢？不用，不用啊。哎西，我一定带啥？哎呦，果然慢工出细活。OK， 表弟美了。嗯。啊。累了累了，大家都累了。哎，刚刚好一个小时零五分。来介绍第一道啊，这个是蚕豆煎蛋啊，这个是家常菜的啦、啊。这个我觉得它煎蛋很美啊，颜色很美。哦，该焦的地方都焦啊，该黄的地方都黄啊。OK。然后我们有就是鸳鸯啦、啊。鸳鸯啊，这鸳鸯鞋哦，这鸳鸯好吃啦、啊。表弟炒菜你不用去。质疑他，他炒菜他炒面啊，一流了。嗯，他炒面真的好吃。那个口感啊，你说你他炒面啊，这个那么多年了，滑汤啊，鸡蛋滑滑的、啊。表弟有大师。Okay, 那么我们这个滑这个一定要用马铃薯粉勾芡嘛。哦、oh, ，OK。马铃薯粉勾芡呢，它就会你看它等下冷的时候，它不会变成水啊，还是滑滑的。如果是木薯粉勾芡的话呢，啊，它一捞一捞呢，它变成水、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大炒边吃啊。是不是用马铃薯粉还是用木薯粉，我一次就知道了，一捞捞下来就变成水分了、啊、这个是要大家懂的。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芋头扣、啊、不是用梅菜扣，梅菜扣太黑了、这个、这个就是要黑 啊这个你不黑会给他 complain 的吗？一定要带黑、啊、你不黑啊会被 complain 的。你不黑黑酱油放少一点啊，你黑酱油放少一点啊。嗯，味道很合味一下。米奇，你每天讲你爸爸老了，才五十八岁啊，还年轻啊。算了，这五十八岁还是年轻的啦。好、啊，其实中国以前的领导人都是啊，都是七八十岁出来的啦。马阿贝九十多三岁就来做，还做首相啊。那么就是其实思维，一个人年龄有三种，第一种是思想的年龄，嗯。第二种是生理会老化了、啊、嗯，啊，那么第三种呢，就是说你的身份证的年龄，啊、身份证年龄不能变啊，就是你几岁就几岁，要五十八岁就五十八岁。那么思想年龄很重要，你要跟着与时并进啊。你看现在的很多，我看到很多会有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都会变老，哇，真的是很厉害。那么与时并进了、啊，你就需要去学习新事物，现在变得太厉害了。进来的一百年呢，等于过去的多少年呢、啊？进来的一百年和过去的几千年了、啊，一千年了，对吗？
好，它的进步速度。进步速太快了。来，可以炒豆苗吗？明天。豆苗，啊，可以啊，明天啊。你这么容易答应了人家。明天煮素啊，炒个豆苗我就。哦，可以可以。高豆不是要还要蒸一下吗？啊，要去蒸一下啊，因为我们的气压锅放不久啊，放不久啊，我们放不久真的啊，因为太慢了。OK， 谢谢。那气压锅很方便，可以让我们最短的时间做出来啊。好，所以我感谢大家，就是这两道菜就是这道菜是昨天的粉丝要求的，这个鸳鸯是今天早上我重播那个吸尘机，有人打，哎呦看不到表弟现场煮瓦坛河，我说好，今天煮鸳鸯。哦、okay. 希望大家喜欢啊！我们明天5:30，明天是素食啊，好。OK， 5:30啊，拜拜。